画面中可以看到，一名黄色衣服的男子大致行倒在清晨的内湖区旧庄路匝道口，一动也不动，车辆来来往往十分危险。警方获报后，赶紧到场，站在男子旁边，确保他不会被车辆碾过去。随后，民警开始拍拍男子，但是他还是不为所动，紧闭双眼。民警一度以为他失去呼吸心跳，赶紧联络救护车。但男子这时发出一声呻吟，之后开始传出阵阵的呕吐声。原来，男子是喝多了才会醉倒，不省人事，倒在路边。 他被叫醒后，表情痛苦地表示他要去医院，但因为喝得真的太醉，救护人员还出动担架将男子扛上去送上救护车。至于详细情况，还有待男子酒醒后厘清身份以及酒醉原因。中体验观众友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